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球球，欢迎来收看这场灰灰对老 K 的比赛啊！啊，这一次跳过来直接被套下盘了，看招很准啊，丢一个波啊！刚才这个拉过来哈、啊，又是差点被中了萧峰啊，还好灰灰很有经验，切防，再继续强压后后的时候又是用一个下 A 哈、啊，后的话有可能直接发大葵花，应该说老 K 套了很多。灰灰还是挺顽强啊，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被老 K 拿下。开始用这个飞腿来抢空。好，刚吸爹，时间快要到了，这两个八神，漂亮！时间快到的时候啊，跳吸之后抓过来重拳八次女。顶级的八神内战哈、啊，有时候真的很焦灼啊，经常要打到最后才分出胜负啊。灰灰甩一个波，跳CD没有抢招，成功哈、啊，再用这个葵花，好落地抓了，漂亮，中拳，八神脸。灰灰这把八神发挥的不错，漂亮，又是用这个跳低哈、啊，虚晃一下落地再抓，这一招跳 A 落地想直接来抓的哈、啊。但是看这个位置哈、啊，没有抢过大桌，还是大桌的内战。前前，啊，下低转球，可以轮逃来了啊！下 B 转球，零点转球，再转下 B 再转球，转球，灰灰依旧非常稳固。好，大肚皮顶一顶，哎，这次是用一个敲再敲，漂亮。顽强啊！哇，打到这个时候，看到大门又有三个气了呀！大门的三个气，害不害怕？啊，可以，抓机会能力非常的好哈！这个下低之后啊，转球被 AD 过来双面抓，落地再拦住山，漂亮！残血。起身这次呢也是没有猜中啊，没有猜中他到底是跳抓呢还是、跳低。又是一个经典对决，好祝词、连续祝词，现在三个气已经没有了呀，没气、啊、在角落绝境，绝境的大门，好踩一下，哎，可以，哇去，厉害了，跳出来还是被一个跳低拦住山了哈，再震死了啊！好的啊，视频好看，记得点赞，关注羞羞，不宜走丢。